我會同學生做一個 crossover 嘅。咁我哋雖然合作多時啦，咁但係因為大家個默契太好啦，咁所以今次就會有好多改編歌曲嘅空間。咁所以希望今次呢一個 crossover 可以將一啲歌曲令到有一個新嘅 chemistry 出現。咁你做啲咩歌？都係一啲自己即係或者大家都中意聽嘅歌，即係有一啲經典喺度，因為而家唔透露住，但一定有經典。係咁啊！啱啱好似都為新歌拍出咗 MV 喎。係啊。講下呢首歌係點啊？同 MV 有咩特別？呢個 MV 啊，其實我自己好耐冇拍 MV 啦，因為我之前一路啲 MV 都係交俾其他演員去拍啦。咁所以今次呢首歌我自己係特別即係偏心嘅，即係比較係自己都中意啦。咁所以希望今年第一隻歌就自己有份參與嘅 MV 咁樣，咁就同 JMY 一齊合作去 co-write 咗呢一首歌叫 Vanish Mode 嘅。即自己有份參與喎，係咪啊？係啊係啊。個故事係點樣㗎？個故事啊，其實都係一啲比較氣氛性嘅東西咯。咁但係就比較迷啲咯，同我自己平時唔係好似嘅，即都好考演技啊。係最難係咩？覺得？即係 keep住要挫，咁對我嚟講都唔係一件易事嚟嘅。係咪都即係專登染咗呢頭新嘅顏色，就係為咗呢個新歌一樣？我諗新一年自己希望有一個新嘅形象啦，咁因為自己今年都會專注翻啲音樂上嘅製作，咁所以都希望有一個新嘅形象去配合翻一啲歌曲嘅方向。呢個真係我話好睇啊！佢唔中意我橙色頭髮。啊，係啊，點解嘅？佢中意我黑色頭髮，咁但係我就但係佢就話都中意媽咪，即係多嘗試。即係而家都會即係大個仔都比較有主見啊！有主見。佢好有主見嘅，佢不嬲都有主見，似媽咪。佢咪同埋最近啦，即係中文音曲啊咁樣方面啦，就未有你啲歌係有配合㗎，即係好似玩杯葛啊，蘇凱杯葛。杯葛，即係杯葛我，即係杯葛我啊！我唔知道有呢單嘢喎。其實嗰啲杯葛嗰啲事件，其實都係傳聞嚟嘅啫。同埋我自己覺得做歌手無論喺邊一個平台嗰度出現都好，其實講到最尾最主要都係同聽眾溝通啦。咁所以最主力，我覺得做歌手係要做好自己本分啦，即係做好啲音樂啦。咁我覺得就要好好。不知道沒有收到，亦都沒有特別，因為其實我自己對於頒獎典禮或者是對於一些平台，我自己不是說很上心，即是我自己比較覺得真的專注做本分多過說去一定要參與某一些場合樣，所以其實自己都是持一個開心的態度。因為我覺得其實獎項是錦上添花的一件事情嚟嘅，咁如果其實你就算獲獎與否，你第二日擘大眼你都係要繼續開工㗎啦，咁所以其實對於我嚟講係冇乜分別嘅，只不過係做啲歌出嚟自己滿唔滿意咯。咁我自己好期待今年自己嘅創作希望有一個好嘅成績啦，因為都花咗好多時間去籌備同埋去做企劃咁樣。無論拍攝啊、編曲啊，或者係合作嘅單位，都係有一啲新嘅嘗試。咁所以我自己今年都係一個充滿期待嘅一年啦。好，唔該曬。唔緊要，辛苦啦。